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可，互联网时代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嗯，就像我们这个抖音啊，很短时间啊，就像我们的知识这个微信啊，都是很短的几句话或者一段话。艺术也碎片化是吧？艺术也碎片化的啊，这个反正画一画看一看就行了。但是，其实我们还忘了另外一个状态，和这个碎片化，碎片化是浏览。是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或者我们的电脑屏幕上，这个信息在急速的这个更新和浏览当中，这个只是浏览状态。但是构成互联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数据库，而数据库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个链接关系。嗯，链接关系导致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状况，就是极端的专业。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通过无穷链接来使自己在某一个领域达到非常尖端的程度。所以我们作为老师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当我们信心满满的在描述某个知识状态或者某一些曾经发生的事的时候，可能底下的学生在上网，然后说杨老师你说的不对，这个发生在哪一年，你说错了这说错了，这可能性可能是会有的，你是说错了也可能会有的，我在讲底下在查，我再厉害我怎么可能比得上数据库。嗯，好，在数据库面前，难道我和年轻人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由于我电脑的操作熟练程度不如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比我更厉害啊。今天就是这样的，当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把一个知识的链接程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嗯，所以今天的互联网所构成的知识状态是一个分裂状态，表面看是碎片化及快速浏览和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知识的轰击，我们的知识通过口语的方式强化了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愿意的话，你自己在家里对着屏幕，通过链接，通过无穷的链接，你可以在某一个领域达到极端的专业程度，甚至超过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其实也影响到艺术，有些艺术家他也可以处在两极，一方面他可以参与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创作，是很多很多的创作瞬间即逝。我们不能说抖音或者些图像就不是艺术，他们也是艺术啊，他们也有图像啊，也有声音啊，等等这种，对吧？还有通过游戏呢，也有通过电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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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时通过链接还可以组合成很奇怪的东西。嗯，啊，对，也有，所以就通过纯连接做艺术的也有，现在，反正各花那么花样，那么就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花样，我们还不能够完全估计出来，但是肯定是更新。我们还认为刚刚说的，艺术品不以物理形式存在，于是艺术的独一性受到破坏，无法在墙上挂一个物理的一个艺术品。收藏也成为问题，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别人就猜出我的年龄了。对于一个20岁的人来讲，对于一个十几岁的人来讲，他们反过来干嘛？艺术应该物质化，嗯，你干嘛艺术应该变成一个物质拿在手里把玩呢？摸呢？不需要啊，那不就是一套算法吗？对，那么我无言以对啊，就像前面说过的一样。我们是印刷时代的残存生物，那是因为我还是印刷时代培养出来的人。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连这个话题都没兴趣，什么残存生物，
该灭亡就灭亡，该走人就走人，该退出历史舞台，你这慷慨激昂的退出历史舞台吧，别那么自作伤感，是吧？我觉得真的是还没有。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这种发展的话，您觉得，美术馆这个载体会慢慢的退场吗？因为好像很多美术馆现在因为藏品太多了，他也没办法说拿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展，他也很做那种数字化。客观判断来讲呢，美术馆也不可能退场的，因为人类的物质文明，人类的精神文明还是以物质化存在方式为主的。美术馆里面的地库，各种各样的这个恒温恒湿的保管条件，以及这个上千年甚至更长远时间的人类的艺术的遗存，那肯定要以美术馆来保管了吗？美术馆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不会消失的啊。但是会不会不做展览？对了，那就以前的展览或者展陈咯，往后的展览就越来越不依靠艺术馆了。所以实际上不是现在，实际上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就展示来讲，就传播来讲，美术馆的功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出来，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进美术馆，我们的状态是仰望，我们是瞻仰经典，学习杰作，仰望大师。我们来美术馆都是满怀着对于文明的崇仰，但这是旧的东西呢，因为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许我们进美术馆的时候不再是这种状态，而是介入了，而是另外一种状态呢。比如说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去英国泰特美术馆看到那个著名的吹洗的那张床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床旁边还有一个警卫，我看这个床上的这个还有床旁边的烟灰缸啊，各种烟头啊，我当时想的是，哎，这烟灰缸这烟头怎么能保管在美术馆里面？何况我知道这个价格是250万英镑，而且为什么有个保安在旁边呢？这个时候来了几个小孩一看到床，他就以为是玩具，要冲过来，保安马上说：“哎，这是艺术品，不能过来，不能过来，不能过来，是吧？”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它还是个艺术品，还是来我们来怀念经典的。但实际上今天的艺术的展览，它这个互动式和介入式已经让观众的心态放下来，它不再是瞻仰大师，寻觅经典，这个仰望天才，它可能来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场所，这个场所让我有介入感，甚至有娱乐性。对，都是很即时性的，下一步过了就过了。再下一步，这个多媒体艺术或者电子艺术根本没有实物存在，只有一大堆声光电的时候，你进来的话，你会发现你置身在一个奇怪的这个娱乐现场。那个已经不完全是介入了，而且你本人可能也成为被展览的一部分的，因为通过这种互动方式。所以实际上，美术馆和图书馆不会消失，但是功能会发生急剧的改变，这是肯定的。就像图书馆，当它的资料全部电子化以后，新一代人做研究全部通过网络检索以后，究竟还有谁愿意跑到图书馆去翻旧杂志呢？当然了，有些严肃的老历史学家愿意去翻翻杂志对证一下，但是电子化了以后，是吧？你的知识也在改变。那画廊会不会消失呢？您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实体的画廊会不会也会，因为现在感觉画廊作为一个行业，它也是感觉正在没落。只要艺术品的物理形式不再构成一个基础，只要我们的收藏从具体的物理形式转向某种程度的电子产品，那么画廊这个方式也肯定要被改变。肯定要被改变。
毫无疑问，但是我不能预测，因为啊哈。我不是做这个，我只能觉得会不会改变，也可能不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也许在下一代人身上，也许很快就出现。就是说，我觉我的得意很思就是快，说，觉得，对，当人们习惯了电子方式，那么其实有没有画廊都不重要，都是网上画廊。至少这一次疫情，已经很多公司发现，办公楼我搞来干嘛呢？有这样的公司出现了，没有办公楼，没有办公地点的。对啊，在家里面工作也挺好嘛，不是很多现家在里面工作挺好的，这个懒洋洋的，这个是吧？而且这些办公楼都变成住房算了嘛，搞那么以多好前办公说楼。在家里面工作效率不高，现在反过来说了，哎，在家工作反而效率更高，你能同时做很多东西。对人类，哎呀，真向着不可知的方向。高科技会带来新的变化，这就是回答了我说熟悉的，或者说我认为是真的是有意义的一个传播学的观点。媒介环境决定就是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只要有了这个传播技术，那么就会导致新的知识形态的出现。艺术也是一种知识形态，所以一定会有非物理性的虚拟的艺术品取代原来的物理性的不虚拟的艺术品，而且下一代人们会习惯这样的一种方式，而物理化的艺术品也许就成为稀罕之物，放在博物馆的仓库里面恒温恒湿的保留着。